Oh.在方舟，大大小小的总裁、副总裁、高管，加起来怎么也有三四十号人。你别想着一次性的就把他们人全，不过关键的几个，你还是要知道一下的。李月，方舟移动互联网事业群总裁，是个关系活跃分子，在公司地位不一般。这是陈志和他老婆，陈志是方舟技术总监。 技术部和产品部向来是死对头。薇姐是方舟的 CFO， 属于方舟的元老级人物，在座的大部分人都要看他的脸色。哎，你看看，去年拍卖会我遇到过一幅，可惜当时没能拿下。听说他常常对别人的作品进行再创作，然后署上自己的名字。 就这么个有争议的艺术家，追捧他的藏家大把大把的。你看这幅，钱泽有作05年收藏的，我记得当时拍卖价就要480万美元了吧？咱们薇姐呀，真是有实力，有眼光。<笑>来，敬薇姐吧，啊，薇姐，饮茶代表。 中间进去。魏明太太吧，这魏总没告诉你时间吗？你来晚了，我们都在这儿聊了好一会儿了。不好意思啊，地方不熟，多绕了几圈，确实是来晚了。大家都到齐了吧？今天的计划呢，是晚饭之前运动运动。不过不勉强大家，我自己先去换件衣服啊。走吧。 哎，老婆，上次给你介绍那英国 snooker 私教，你后面去上课了吗？哎呀，上了两三节课，累得人家眼睛都花了。什么情况？不就是吃饭吗？哪来的活动环节啊？兵来将挡。 水来土掩，不怕他们。半个小时后到。魏太太，你怎么没换打球的衣服啊？第一次来，没准备。斯诺克这个东西啊。 好久啊，薇姐。
这么难的斯诺克，怕是奥沙利文来了也要为难三分的。老公，输给薇姐，咱不丢人啊！下一个谁来？魏太太，要不然试一下？魏太这身衣服怕是不合适吧？要不然就算了吧。 魏总，哎，怎么才来啊？我来给魏总太太送衣服的。哦，魏太太，魏总让我提醒你，出门别那么粗心，少带一件衣服都不知道。给。啊，知道了，谢谢啊。魏太，现在有衣服了，要不要跟魏姐打一局啊？好啊。 高手啊！给我一杯水，谢谢。哎，好的。魏太太，魏姐，给您。你刚才真的好棒啊！您叫林双就好了。你是在哪儿学的斯诺克？我是上学的时候参加过江大的斯诺克社团。你是江大的？ 是啊，我是你的学妹，比你小几届，这么巧啊！啊，当年在大学那会儿，谁教了你斯诺克呀？其实吧，我没正经学过，就是有一个同学，他没事就指导我几下。不过他的斯诺克是林丽教的。怎么了？不会吧，我也是林丽教的。啊，这么说起来，咱俩是师出同门啊！小师妹。
不过他俩现在聊什么呢？聊得这么开心。你说这魏明老婆球打得这么好，听说没有？肯定是请的英国教练呗，一看就知道。我也给你找的英国教练，你怎么什么都没学会啊？哎呀，你就别说了。行了，你俩别打情骂俏了。 回来了，今天怎么样？你简直给我挖了个大坑。不至于吧？不就一起吃个饭吗？不至于你自己走就去。我不有重要客户呢吗？其实衣服没见你穿过呀，什么时候买的？啊，好久没穿了，去年买的。口红挺好看的。 魏总早，早上好。魏敏，魏总玩的还开心吗？昨天？哦，昨天太棒了，没想到你有一个宝藏太太。我太太朋友不多，您肯带她玩，她开心还来不及呢。什么带不带的？她的 snooker 打得比我好，下次一定要约个时间跟她好好切磋切磋。没问题，那你们随时约啊。嗯。